没有人是一下子就想做自己的。我要一直的不断的解剖我自己，因为我说实话，其实我原来完全不了解自己，我是在一步一步慢慢了解自己的。包括你到现在问我，我够了解我自己吗？我觉得够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。什么叫做流量呢？我叫做流量吗？我会觉得流量和实力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它是会并存的，这是对的事情，而且是我需要做的事情。全部都不要 double， 然后第二段的话，我想要一个三度的和声垫在下面就好了。好呀。啊，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用我自己的声音。Shut up, sh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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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。我想这首歌，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风格。基本上是话里不是也不是中的经历为谁陪陪。好听呀。好听呀。这副歌旋律写的可以哦。就是突然的。抢我饭碗。而且你饭碗，你编写的这个饭碗我还是抢不了的，好吗？因为我有的时候一些词和一些旋律什么，就是突然会蹦到我脑子里，然后我就立马得记住，不然立马忘掉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吧？它如果是个，就是像之前我给你讲的那种很有仪式感的那种，人生吗？大就是合唱团的那种感觉的。因为我这个歌的主心写的是，如果这个是我真内心真实的诉说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一句。哦。嗯哼。Would you still love if I told you the truth from my heart？ 对对对，就这个感觉。快吗？优秀吗？优秀。给力吗？给力。我有一点点弱小的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空下。可以。那我们就试试呗。
这事儿爽啊！达到巅峰，不会输的。不服输。最后一场，准备好了。我这个人会经常给别人留下一个什么印象？就觉得我很冷，很有距离，很难接近。有的时候，他会变成一个你保护你的一个状态。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这个壳也给敲碎，就不希望别人误解它。但是我自己呢又很就这种成为习惯了这种状态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想把这个习惯的这个状态给按下去，在私底下真的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。陆老全程都是这样的。再一次啊，是笨呀吉娃娃，什么东西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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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在吹萨克斯？我。哒哒哒哒。你听到没？小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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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Maggie。好多人叫 Maggie 啊，那个是 Maggie， 我是 Maggie， OK， 或者叫 Beautiful Gi， Maggie， Maggie， yeah， 啥你知道？就不告诉你。再放开唱，把自己打开唱，三四。陌生又熟悉的你，会去往哪里行？对，都行。刺不痛的。老师，我现在的那个伴奏，可以再大一点。对，再大一点。哇，孩子，你耳机这么大声吗？我比较习惯声音大。天哪！哇，他也许是注定分离，可是想我都不敢戴上，现在太大了，其实最好不要这么大。你我真的要好好的忠用心的忠告你，不能这么大声，因为你耳你才22岁，你声音太大，你会越听声音音量越大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当然。那怎么办？你肯定现场听多了。
对啊，就是现场，就现场咣咣咣，对对对对对，炸的！我跟你说，他耳朵，哇，你这个音量工作，我服了。你等一下啊，我给你，你看你现在踩那个，啪啪的，里面都是啪啪的声。这个我现在也不好解决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可能。喂 ，So， 你最起码在这里好不好？好。啊啊啊！可以，一定要保护耳朵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一定要保护耳朵啊！好。完了，鼻炎又犯了。我还戴一个。对呀，那我就老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上耳朵也没办法，因为我要录这个歌，我要听到吧。所以就是，有些事情呢，你明明知道它会伤害你自己。但是呢你还是得做，你就像如果要是这样去想的话，那我也可以不用出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那我就不用挨骂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直在一个舒适的圈子里面待着很没意思，趁年轻的时候多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和挑战，这样才是我年轻应该做的事情。一直都在做一个别人眼中的那个不能失望的，或者是不能怎么怎么样的样子。那我还要继续这么做下去吗？我觉得好累啊。这个事情还是我的舞蹈老师跟我说，他说：“你还记得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性格的人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记得。”他说：“我以前是一个极其活泼，
极其会撒娇的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。你就像我都不记得我以前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，那其实就等于完全跟我以前那个自己告别了。现在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。以前的话就是揪着一个东西，就是哇一直钻牛角尖，把我自己气得不行，然后把自己陷入一个很焦虑的状态，何必呢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我的快乐，为什么？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不快乐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身边的人都能开心、健康、平安。他又普通，但是他其实很难。然而虽然觉得勇气，保持善良，保持单纯，这是我永远给自己谨记的一句话。因为不爱他的是人的天分，孤独三只面孔让人失真，幻想只能解决病情，你活在想象之中。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去年是怎么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忙，然后很赶，然后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然后很胡且荒谬。他们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，叫明媚。因为他们觉得你最近是一个非常就是开心。嗯，是啊，我最近很开心，我每天都很开心。开心的人是会传递更多的快乐给大家，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更开心一点，然后把更多的快乐传递给他们。